喂，你好，请问你是高老师吗？对对，你是哪位？有什么事情吗？哎，高老师，我可找着你了，我这高考刚完事儿，我现在有点迷茫啊，我。那你说一下你哪个省份的，我看能不能帮到我是黑龙江省的。你。你说黑龙江的话，我可以帮你联系，但是你说一说你分数多少？哎，太好了，黑龙江有兄弟吗？高老师，我高考630分，我考的。你神经病啊！630你打什么电话？630你去哪不可以？找我做什么？哎呀，不是高老师，你不知道我情况，家庭情况有点复杂，是怎么回事？我跟我家里，我跟我爸说我考630，实际上没考上630。这不头两年我那身边那陆陆续续的，他们都考大学，不都办升学宴要钱嘛？完，我爸寻思往回捞一下子，我都跟他保证了，我说我指定能考630分，现在请柬都发出去了，那我这不完了吗？你跟我说一说你真实的分数到底是多少？真实分数吧，哎呀妈，真实分数就89分儿，我没问你单科，你们加一起是多少？就是加在一起89分，高老师。你四科加起来一共89分？就主要咋回事，高老师，我作文嘛有点写跑题了，要不我还能往上冲一冲，这个分数能往101冲一下子。都不明白你高中怎么读的，能考这么低的分数？不是高老师，我要好好学习，我还能找你吗？那你靠啥吃饭呢？不知道，那全世界谁都能说我，你怎么能有这个权利呢？咱们就别互相伤害对方了，行不？你这个分数你自己能上什么大学，你心里有数吧？我这个分数我能上什么大学？现在我也纠结嘛，现在就是我想有点想去清华，但是北京吧天气有点不好，时冷时热的。上海那个复旦呢，主要潮湿，我怕我搁寝室那衣服晾不干净啊，就是这么两个。有点纠结呢，我，我跟你说清楚吧，我能帮到你的就是你现在这个分数的话，我可以保你二本大学没有问题。那二本都有什么大学呀？这样吧，我给你推荐几个我肯定能办的，你自己考虑一下。啊，你说，哈尔滨大学、哎呀，大学、哎呀，北京大学，哎呦。一个学校你选一个。那这几个大学的话，他们除了名不一样以外，他们有啥区别没有啊？学校这方面的话，你自己考虑一下。收费方面，我跟你说一下吧，啊，还这得要个钱。大概都是40-50万左右，到时候你把志愿直接填写，选择学校就可以了。这个钱您看看能不能接受，不能接受就算了。哎，那稍微有点太贵了。那我能不能走个团购啊？我还有个朋友也没咋考好啊。那你说一说你朋友分数大概多少？哎，他吧，他有点占翘了，你知道吗？实际我俩应该差不多。他其实110分，这个分数的话，是不是能够省钱一点呢？这个分数。那就比你多了十几分，没任何区别。嗯。这样吧，如果你俩一起办的话，我这边每个人可以只收你们35万，专业的话你们自己选，可不可以？哎，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身边还有好几个朋友，我们一起走个更低的折扣呗。对，还有我爹，我爹咋回事呢？前两年他就没好好学习嘛，完了身边的同学啥的都给叫回来，他重新上个大学，把礼钱往回收一收呗，行不行？你这个学生怎么这么烦？你不要想什么你朋友，什么你爸，你先把自己的事情解释清楚。是我的。我这边名额很有限，你已经浪费有很长时间了。现在你告诉我，你究竟还差多少钱，好不好？高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有孩子没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告诉我你现在究竟能拿出多少钱？不是，高老师，那你能体会到一个孩子就是对知识的渴求，那个渴望，你能体会到没？我没有孩子。好，那你能体会到一个父母就是对待孩子上学的这件事情，盼望着孩子能够长大成才这些，你能体会到不？跟你说了我没有孩子，你没有孩，那。高老师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就是这两天我爸因为想办这个酒席，已经把他存死金的存折都拿出来了。这两天我爷我奶奶正在联系他们的小学同学，你要说呢，能给我办学校，那办成了，我尽量拦着我爸办事的时候不管你要钱，你看行不？你这个我办不了。